教化众生必定先要自己修行，唯有自行而后才能够化他，没有说是自己没去修行而能教化别人，没这个道理。这个事情要常常放在心上，要认真努力的去学习。佛教给我们实习生归纳起来，第一个是改心。什么是凡夫心？什么是佛菩萨的心？要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怎样是改凡夫心为佛心？怎样去改凡夫的行持为佛菩萨的行持？觉悟的生活就是菩萨心。换一句话说，从凡夫的生活回到菩萨的生活。我们生活有没有改变？没改变。过去做什么行业，现在还做什么行业？做不同的，过去是迷，现在是觉。迷的时候有苦，觉的时候有乐，所以法喜充满。那个不同地方的次第，并不是改变他的生活，并不是改变他的职业行业，不是的。华严经上五十三参，我们看到那些菩萨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就在他原本的行业、原本的生活习俗当中，就离苦得乐，这是佛法。华严经的内容，就是叫这个世间迷惑颠倒的人，回过头来，过一个觉悟的生活。觉悟的生活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、快乐、美满。我们在厨房里面工作，每一天烧饭、洗碗、抹桌子，世间人觉得这苦事情啊，觉悟的人觉得这快乐的事情。这些事情就是六度万恨的，就是戒定慧三学。工作还是一样，事情还是一样，心理观念改变了，这一变的人，这就是菩萨的生活。菩萨什么生活呢？每天烧饭、抹桌子、洗碗碟。菩萨，华严经是教给我们这些，教给我们怎样做一个最快乐、最幸福的生活，这是事实啊，这是修行的，大乘菩萨行，无上正等正觉就在这里修。不了解的，天天做这个事情，苦死了，迷就苦啊，悟就乐，悟知道我在这里修布施、修称赞。修供养，修忍辱，修禅定，修般若，他就修这个啊，这个迷悟完全不一样。学了佛就应该做菩萨。什么叫做菩萨？过佛菩萨的日子，过佛菩萨的生活，就是菩萨了。佛菩萨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从表面上看没有两样，我们穿衣吃饭，佛菩萨也穿衣吃饭，我们每天工作，他也每天工作，我们迎宾接客，他也不例外，哪有两样呢？不一样的地方啊，我们有分别有执着，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他无所住啊，我们是有所住。他生的心好大好大，我们生的心好小啊，就这一点不相同。我们所生心的利益是利益自己，利益我家庭，利益我这个团体，我们这个心量很小。佛菩萨生的心啊，利益很大，利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就差别在这里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穿衣为自己，吃饭也为自己，佛菩萨穿衣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佛菩萨吃饭也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这怎么会一样？这个话怎么讲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活在这个世间，为自己活的，自己寿命看的好重好重啊，佛菩萨不是，佛菩萨
我这个身体在世间是为一切众生呢做好榜样，为一切众生做个好样子，他不为自己，所以他穿衣也不为自己，吃饭也不为自己，这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我们要学在这里学佛法的好处，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不改变你的工作行业，就在你现前生活方式，你的生活很富裕，你就做很富裕人的样子，给天下富裕人做个好样子。你这个生活很清苦，你就给一切清苦人做一个好样子，全都是佛，都是菩萨。在你工作，在你行业当中，你给你同行做一个好榜样，人家做这个事业为自己，为自己一个集团呢、啊。菩萨的心念为尽虚空表法界，他心量不一样啊，心量广大，心地清净，心地慈悲，所以他的身心健康，他就自在快乐幸福。道理在此地，事实也在此地，所以我们要很细心地去体会，要用智慧去观察，然后我们才会得到真实的受用，也就是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生活，应该怎样工作，过佛菩萨的生活，做佛菩萨的工作。佛菩萨做些什么工作呢？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，一丝毫没有改变啊，那才叫妙啊。为什么以前不妙呢？以前你不明白不觉啊，以前呢你的生活工作这里头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不妙了，那是反复的生活。现在呀，你的生活工作里面已经远离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妙了。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这一念之间，这一念转过来超凡入圣，转不过来这生死凡夫，顶多在佛门里面修一点福而已。所以从前李炳老常常劝人啊，学佛改心啊，是在这个改心，就是改变你心里面的想法看法，你要改变啊。我们想法看法错了，依照佛在经典上所说的，那是正确的，我们来做一个转变，这是真正的学佛。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在我们面前去我们不远的海贤老和尚就，你看他一生多快乐，我们一般人看到好像他辛苦，他一点也不苦，他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跟他接触的人没有不欢喜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是平等的，他没有执着，没有执着是纯善的，纯净纯善都在自己一念的，这一念与自信相应，就发起充满，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，化身般若现土。如果起心动念就迷了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那就过六道凡夫的生活，苦不堪言。佛是为这个来到世间，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，破
破迷就离苦，开悟就得落了。这是佛陀教育啊！佛陀教育，你真正懂得，能不学吗？能不接受吗？苦乐不从外头来，苦乐是从心里的感受，迷有迷的感受，苦；觉有觉的感受，乐。破迷开悟的教学，只有释迦牟尼佛有，除他之外，世出世间找不到第二家。